在圈里站着。你你都别说话，憋着，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，谁也不许走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堵我干啥？刚才堵我干啥？刚才堵我干啥？堵我干啥？堵我干啥？刚才不是刚才说什么？他说谁也不许走，然后先听你表白，完犊子玩意儿。我表白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呀！我表白，哎呀，你给我松开！别磕我，霍霍呀！啊，你有人表白了，我咋整啊？你这老师咋当的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喊出来呀，你呀！我一喊小米粒，我这扁桃体就憋屈。这喊谁不憋屈？除了小米粒，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。行业太多，听老师。气沉丹田，怒火扁桃体，走！小米粒儿啊，小米粒儿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，小米粒儿啊，小米粒儿，我爱你啊！别玩了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！小米粒儿啊，啊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啊，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。谁呀？谁在这喊呢？啊？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？我爱你啊！谁喊的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不是我呢？不是我，不是我的呢？不是我，哎，到底谁喊的？哎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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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怼，哎呀，行了，别怼了，一会儿怼死了。我妈都没这怼过我，你瞅你点出息啊，憋过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！哎，不是，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？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？啊？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？啊，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，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，连个影都没有，拿干巴花晒得干巴，在这干嚎啊？干巴不？啊？干巴不？那你说咋过不干巴？还咋过？那你得红地毯、婚纱、钻戒，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！小美玲，啊，你这是过上了？今儿是七夕啊！对对，不是结婚呢，妈就岔去了。七夕是吧？那七夕刚得浪起来了，月光、烟火、烛光。红酒，最重要的，你还来点 music。停，小米粒儿，嗯，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。music 是什么玩意儿？跟毛嗑有啥关系啊？解释一下。老师，老师，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？music 英文，音乐，动静，响，明白没？用完鼓子玩吃早饭了吗？昨晚吃了。几点起的呀？一宿没睡。吃一宿啊？没吃一宿，后半宿策划来着。策划啥呀？浪漫。给谁策划的？帮大琴子。再说帮谁？帮大美。再说帮谁？帮你。再说帮谁？帮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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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别帮帮了。花哪来的？大琴子的。衣服呢？卸的。热不？透了。你啥？铺伤悲。我能想到最浪漫
咋变了呢？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？王小倩，刚才大马猴呢？那个，哎，不是姐，你说啥呢？谁是大马猴啊？哎呦，小美人，你怎么进圈了呢？你快出来，一会儿小生给你套圈里，快出来啊！什么？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有我呢，我保护你啊！啊，你就保护他了哈、啊？我跟你说。啊，小明儿，你快出来！你出来，我跟你说，跳，快跳出圈儿！啥、啊、圈儿？我跟你说啊，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，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。女人就特别傻，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，特别傻。哎，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，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！谢谢。哎，姐，你今天穿的也挺是个辣呀！哎呦呦呀，一会儿肯定有，还不止一两个呢。你约谁了？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，没男的呀。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，那有啥意思？多干巴呀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画了个圈，圈了俩。圈谁呀？王小倩。谢谢龙恩。小美丽，一会儿去哪儿？去边。姐，她同意了，她说去海边。太好了，去海边。我的事儿办了没？那大马猴呢？啊，哦，想起来了，他去给你惊喜去了，一会儿说向你表白。是吗？啊，那他怎么表白？你说我听听。啊，月光，什么的沙滩，那个泳池，那个烛光，红酒。无聊。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缪贼毛克。缪贼克呗。对。音乐呗，嗯，这个我喜欢。姐姐，大码头来了，大码头来了，来了来了。全世界都安静，安静。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，聆听他对我的表白。穆瑞克。嗯。意犹未尽呢，要不你再进去再聊十块钱的。来来来，请上演。什么情况？我这么贵重的加湿器交给你，让你送，放在这儿了，然后门还开着。那我家东西要丢了，我是让你赔呢，还是不让你赔呢？对不起。我说怎么这么奇怪？我现在全明白了。我求你办事儿，从来没这么痛快过啊！原来是想假借给我送加湿器，实际上是要帮人家换灯泡。没有，我就给他换了个灯泡。对，我发现我来早了，我成灯泡了。哎呀，赵刚子，你怎么回事？他比我白呗，他比我甜呗，他傻白甜呗。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再次严重的警告你一次，你是有妇之夫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金大美，我每次来你们这儿，我就掉进有妇之夫这坑里边。怎么的？今天我非得把这坑填平了不可。哎，你还来劲了哈！你要这种态度对待业主说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还真得找个人来评评理。你找谁评理我也不帮。我给大米粒打电话。你把电话关了。行，这事咱得说清楚。黄小华，黄小华，黄小华，你出来。咋的了，刚子哥？我跟你说呀，黄小华。哎，大米姐，这怎么还没搬进去呢？没事儿，不要紧。你还有什么活让他干吗？让他先帮你干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去逛街了？啊，我上个新买的衣服，好看。下次你逛街带我一个呗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停停停，我停停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我说你俩也太能演戏了吧？啊，你俩这表演也太好了吧？你俩要不当演员的话，是演艺界一大损失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俩在一起和不在一起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大吗？大吗？一直这样啊。行，咱今天把事儿就说清楚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们俩人都找我干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不是义务帮助你们干活？啊，那我干活怎么还干出错来了呢？啊，对了，今天是你先说的，对不对？你让我说帮你抬这个加湿器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他没撒谎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最近皮肤吧就特别干，刚子对我特别好，他就送了我个加湿器。哎哎哎哎，等会儿啊。不是啊，你听清楚，我不是送了你个加湿器，我是来给你送个加湿器。是啊，你送了个我加湿器啊。我不是送了你个加湿器，我是来给你送个加湿器。是不是你送的？是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不，你先过去再说。你啊，你三点钟对吧，让我抬那个梳妆台，
说让我把宋庄台送过来。对对对，那个我俩关系不是好吗？他知道我爱美，就送了我个梳妆台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别瞎说，不是我送你个梳妆台，我是给你送了个梳妆台。是你送了我个梳妆台。不是我送了个梳妆台，我是送给你个梳妆台。谢谢。你咋的了？你咋了？啊？没事，别理我，让我自己哭一会儿。让我俩回避。我跟你。二位大侠，我跟你俩商量个事儿行吗？你说。不是，咱以后有啥事儿，咱能不能换个别人？咱不能可着一个人折腾。不折腾你折腾谁呀？是吧？你再说这种不要钱的事儿，你不折腾你人谁来呀？再说了，你说物业本身就是服务业主的，是吧？对。那我们不也服务你们吗？你们最近弄那个什么优秀评选？对，评选，咱是不是打分了？打了。对呀、啊，打分了。王小华，咱得说啊，我给你俩干活，我不是为了让你俩给我打什么分，对不对？而且就你俩这个性格，你也打不了什么分，给我这分打不高。你猜对了。对，我给你打的是最低分。我也打最低分。对，去掉俩最低分，去掉最高分，然后你就不及格。对，那不及格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不及格也没关系，我问心无愧，对吧？我该怎么做怎么做。哎，哎，田经理，啊，我在哪儿呢？我在俩奇葩家呢。啊？这回物业打分，我分最高。不能啊，我已经有俩最低分了，我应该不及格呀。啊？有两个社区最美女青年给我打的是满分，一个是大美，一个是黄小华。奋斗，奋斗，范都是什么时候出来100块钱？你管什么时候出来的干什么？他找那四五六，你这不是四五六，你怕什么？对呀，不是四五六，我怕什么呀？是四五六。还想说啥？还想说啥？还想说啥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行了，哎呀我的天！老范，老范，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啊？你说你，啊呸！我啐你一脸狗屎！哎呀妈呀！庄家一枝火了，全靠粪当家。你说你是人办的事吗？你还不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哈，过去人家都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他俩是头上没毛办事更不牢。别解释，别跟我解释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我回家，我消消气儿去，气死我了。别解释，脑袋没毛办事不牢。你有毛啊？我有没有？我没干这个缺德事儿。你看你办这个事儿，我都替你脸红，我都替你害臊，我都替你毁了，我都你替我死了吧？我现在就去替你死了。我凭什么死了？我死了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瞅我出去这会儿功夫，你哥俩好的像狗皮膏药似的，起都起不开。这会儿功夫怎么还吵起来了？老米啊，我跟你说，啥事儿？那家老范办事太不是人了。咋的？我准备和他绝交，以后上那家不是吗？我就找你，我不找他了。我以前你也没找过我。哎，老王大哥啊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这用啥呀？咋回事啊？他用为啥？他坑害良家妇女。啊？就他？我都冤死了我！我跟你说，老王大哥，你跟我说别的我都信，你要说我老头坑人害人，打死我都不信。你说说他坑谁害谁了？就你说说，楼上，啊，楼上就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，那女的，头发像茼蒿，仙子像蛋糕。穿着衣服露着腰，怀里还抱个猫，是他不？就他，就是他。他咋坑的嘞？你看，人家搁楼上抖了衣服，掉下200块钱来，啊，他捡起来，给人100，
自己眯起一百来啊，叫人抓着了。你说那个脸，哎呀妈呀，我臊死我了。哎呀，我说老，谁要抱我呀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咋没有把他俩想到呢？那个这样，那个小黄啊，四儿啊，你们俩人在这谈一会儿，好吧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处理一下啊。刚子哥。问一下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可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我现在紧张的我都开不了口了，我都。你说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我没见到黄小黄这样过，我跟你说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刚哥，我帮你。刚哥，哎，过来，怎么的？刚哥，哎，你可不能走啊！得帮帮我呀！行，哥帮你，放心，哥帮你过通关，好吧？哥，哎我的妈，谢谢哥。那个黄啊，哎，来，过来，三儿，哎，过来。这个俩人第一次见面有点抹不开，是吧？不要紧啊，这样有啥话呀？你们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呢，跟哥说。有什么问题呀？我帮你传个话，好不？哎，好不？来，坐这。搓啥呢？那我的手，我说咋搓出泥来了？哇！来，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我帮你们介绍一下，好吧？这个小黄啊，这个呢叫方小四儿，啊，他呢平时不在咱们小区住，他姥姥家呀在咱们。哥，能不能多介绍介绍我？我姥的事儿都不用，先不用知道啊。这个啊，四儿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黄小黄，这咱们小区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是咱们小区的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啊，这个缺点嘛，就是这个脾气呀、稍微。这个话有点多了。哦，那我不说了，你们俩说吧。